计划比想象中顺利，但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你是不是觉得对他的感觉很微妙？他成功进入了新习惯，而你每到那个时间也会很期待见到他。你看似变着花样的投喂是为了任务，但其实呢，是因为他的笑容让你的内心得到满足，甚至你比他更期待脱敏治疗。其实你很享受和他的独处，我说你俩到底谁引诱谁呢？怎么可能？没有。哎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干嘛去？我接他下班。下次。嗨，美女，来给男朋友挑东西啊？哎，老板，你这有没有这个牌子的机车服、手套、头盔什么的？哎，你是桑诺的朋友吧？那天晚上在酒吧喝多酒那个？你认识我？你真跟这小帅哥好上了？你也认识他？他那天晚上把我衣服给买了。当时我还好奇他想干什么，后来我看见他抱着你就出去了，感情这小帅哥对你是早有预谋啊。